今天下雨了，一下雨就感觉天气好冷啊，一冷啊，天气一冷就想吃火锅。我跟翠翠到镇上去买点菜，弄火锅吃。莫好个嘞。三家一个三家的。我想妈妈有一口子啊，一个，一斤需要吧？28块。好，多谢啊。嗯，筷子啊。回去了嘞。带你去剪个头发。剪头发？对啊。来不来得及哦？来得及的，头发剪一下更加帅气。走了。好，走。DM 竞选什么了？哇，理的发感觉好冷啊！有没有感觉我脸都胖了？没有，帅多了，理了个发，清爽多了。真的？好好的造型被你一摸给摸没了。好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好。妈，哎，这里啊，七宝贵吧？姐，俺过来炖火锅。要炖火锅啊？嗯，干凉菜，去炖火锅吃很。妈，我不去呀，我也炖一菜一家炖火锅，在奶奶都记得我去。那底下炖羊血啊？嗯，我炖汤不呀？饭菜呀，侬我吃都疼的。就哎，木娃疼。你给下锅啊？我的血，我的血啊，我的血，饭汤还血，我饭菜喂。我的，侬忙那么好，好了不？我叫阿姨。嗯。那吃起来了。嗯，那这阿哥王金豪也阿得像有我呢，也得是毛多不？你也烫火锅都毛这个了。嗯，烫火锅。我得做的瘦肉丸，我把菌皮也要。啊，把你晓得也去把你晓得本来跟火锅最配的是那各种丸子，然后家人们都说我们丸子少吃一点，我今天就自己做个瘦肉丸。也没做过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收了完然后丢。对，准备炒韭菜了。找了小姨。嗯。你搞好几样，感觉用它太高了。姐。这全部用不到压球的地方。妈妈。用不太点。切，磨你这地方。你哪都给它磨没了。哎。阿布啊，哎，爸爸是吗？还没回来。对啊，上去喂鸡，还没过来呢。叫一下，我们等会就可以吃了嘞。好的好的，那我现在去叫他一下啊。哎、好。我爸爸妈妈结婚40多年了，我妈妈是个急性子，我爸爸是个慢性子。我爸爸做事情呢比较细致哦，啊，喂个鸡啊，有一次都喂了一个多小时，我妈妈很搞笑的说：“你是不是把每个鸡都掰开来喂的？”我跟翠翠都要笑死了。说来也巧。我也是个慢性子，翠翠是个急性子，真是不是一家人啊，不进一家门。
爸爸，爸爸，哎，你个名字好啊？嗯，爷我可是爹呢。叫叫过来，俺老是五个地方么嘞？刚刚叫你去点个火锅的嘞。还吃好味呀，才嘛今天一点火锅。我跟我的名字。哦，叫俺是五个啊。哎，我给你整我啊。哎，哎呀，快吃快来吃，哎对。哎，还有啊！爸爸，爸爸，妹，带你奶奶过来说苦吗？他们叫我去吧。洗一点，洗一点。哇！哎，不风声了，宝宝。哎，洗一点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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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这点红衣吧。嗯，那这个点个嘛。哈哈哈哈哈。我要点嘛。我准备点副卡机。敞开肚皮子的。点点副卡机啊。哎呀，这啥的？不对，俺家都蛮好的。我没干。女孩花同样的特别，等晚上再跟你交钱，这一点低到多少钱啊？他就要月银了，那就是养多个钱。嗯，这个月月不得个。哎呀，你不要不养我记得，这个养东干什么东西我都会得。这都这样的，发给我烟不？哎，俺那个烟啊。这天气也不管么了？不烟么？这为哪也不管烟么烟？这俺养不了张白天呢。这，哎呀，这好点还？好点。闹嘞。吃火锅怎么少得了燕窝、银耳羹呢？快点！哇，你越老忙，哎，老公回来不？哪个地方是老公回来的？你怎么回来嘞？哇的，快点，宝宝姨，妈妈姐，妈妈姐吧，妈妈姐，快点，菜姐姐，完了，妈呀，叫媳妇，赶紧啊！